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，爆炸头。这当时很叛逆是呗？满脸痘。嗯，青春痘。第一批就是嘻哈，嘻哈复古的。那二十年前不都流行那玩意儿吗？你琢磨，就这张女孩，你往那一站，你琢磨，她想表达什么？我是个时尚美女。她当时想表达的是，我虽然不是个美女，但我有个性。那时候我还不是美女，其实我那时候很自信，我认为我是个美女。你要是美女就不会那样。啊，就是作着自己，叛逆，没有，对，还打了个鼻钉，你知道吗？那帮同事比我还狠，打了什么一圈。再过分一点就上马桶。那时候对，老公不让我穿洞洞裤子，说你那腿都露着的，你那爆炸套给我捋直了是吧？你那个鼻环给我拿掉了。那这不是我很想变美吗？欢迎你揭晓这句话，比啥都好。就是，我就这么说，15年这句话没从我嘴里说的，你就知道这句话有多宝贵。有日出无命是吧？我比较喜欢林花了，因为我喜欢日林关之琳漂亮。那我像关之琳吗？那肯定没有。啊？我那么美吗？你说是浓眉大眼吗？他说我像关之琳，我都给我吓着我了，我有那么美吗？